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，今天做一支短钢。其实上一次那个做那只英雄236的时候，我另外买的是这只，结果卖家给我发错货了。那236上次除了一个质量以外吧，就那个精致度以外吧，然后其他其实都挺满意的。那这一次做一只这个叫什么啊？87口袋笔，我去，这看到吗？这。哦，这个氧化吗？还是印上去的就不知道。但是这种有时候搞一搞这个，还是挺有一个，怎么讲？还有一挺有一个那个惊奇吧，应该是叫。好，那还是一样，146和800的一个样子来对比，能看到只有一根1/3的一个长度。那我个人认为的话，短杆的话还是必须要有一支短杆的来对比，能看到吧？这只，百乐的好像是叫 M90 吧，MYU 的一个短杆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长度。那我们先把笔放一边去，然后看一下这支笔。首先，个人不是很懂为什么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啊，但现在镜头上面看应该挺漂亮的，而且这个是金属，摸起来是。挺硬的呀，不知道是金属还是塑料，但是摸起来那扎实感，摸起来应该像是金属的。笔上面来讲的话，笔夹有点，笔夹它是直接这样子夹紧，这样套上去了。那个这个不锈钢嘛，不锈钢的话，这个它稍微会黄一点点，没有说 MYU 的这种这么偏红的一个不锈钢。另外呢，上面这个字就看个人了。我个人觉得应该它口袋应该180这个字嘛，180度旋转会好一点，因为我这样拿，通常是右撇子嘛，然后这么一拿，一反过来了，就是这样子一种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再下来，它这支笔是不是应该悬的嘛？啊，对，果然是，诶，这个咋回事？这个不好意思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有人能告诉我吗？我把它旋回去。是不是我又用笔？哎，可以可以啊，直接这样子旋下去的一个密封，也证明了它有一个密封套啊，也可以也可以。但这个短杆应该是要套的吧？我觉得不然还是说有没有什么机关呢在里面？旋一下看一下，哦，那应该没有什么那个收藏或诶，可以哦，不能转不能转啊。应该就是这支短杆的话是属于一个嵌入尖了，比如半明尖或者叫一个嵌入尖，用的话应该是照这样子直接去用的。那刚好是也是能架住的，那跟平常的一个兔儿帽的钢笔长度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。那比较可惜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一个笔握真的有点细小，可能是短杆吧。但因为但 MYU 的话这一点 MYU 啊也架不住，可能也。那个 MYU 也是刚刚好，但是它的一个笔握相对来讲就会比较粗一点了。那这个就好不好用，见仁见智了。笔尖上面来讲的话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弹性，什么像上次那根236这样子这么的惊讶。因为短杆来讲，它有它自己的魅力了。我个人也 OK，但是我还是颜值优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套上来的话，反正手啊这样子一拿，反正就是也挺轻巧的一支笔了，不像说平常给人金属给那感觉那么厚重，或者是说那么笨重吧。这支拿起来算是挺轻巧的，但是它用料也没有感觉到说，非常的一个怎么说薄这样子。那大概笔舌笔夹上面看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偏硬的这样子一个笔夹，然后插拔帽的样式有点小紧啊，但是不太影响你使用，用起来的话应该还是挺好玩的一支笔，也是挺有特色。就是难道啊？等一下，他难道是说啊，我应该握着这样子一个位置握得比较高，然后拿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么用的？好像是耶，不知道是不是了，因为这个中间这个东西地方就有点凸，但是这个位置就如果正常拿的话，感觉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合适。那我们暂且就这样子去拿，看一下这个笔尖，那笔尖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哎，偏中锋上面好像没有往内收这样子，
另外好像有点往内收，不知道是光的问题还是怎么样。伊利看起来还是挺圆润的，笔尖的一个非常直的一个白光，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舒畅。嗯，然后再下来一看起来，这个它的整个伊利打磨它是比较圆的，比较圆润的，笔尖的一个反光还有镀面，个人感觉好像还是做的挺不错的。另外就是。嗯，很平滑的一个尖呢，就是比起如看习惯雕花在雕花的那种，然后再看这样子的一个笔尖的话，会感觉非常的干净利索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笔尖。好，再下来我们先还是一样，我不喜欢的几捏式的一个吸墨器，然后呢上一下我们的墨。好，那我就随意的按几下。看一下能不能写，能写我们就可以，能写能写那就 OK 了。有时候这种几捏式的那个洗笔上，哎，醉了醉了，又是这样子。刚刚放进去的时候太随意了，结果现在又翻车了。好，这个没事，反正也是经常的事。上墨的话，因为有时候那个高低的话没有拿捏得非常好了，导致我自身就经常会沾到墨水。所以说，只要能不洗笔，我尽量也是不洗笔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还是直接先试写一下吧。好，书写完以后呢，能看出这支笔的一个总怎么讲呢？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忘了写了，哎，个人是喜欢用旋转粗心的这样子一种笔啊，0.5 mm 的一个粗细，大家能看到它会相对来讲粗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不太影响它书写，书写起来的话也是一贯国产笔的一样非常好的一个书写感受，听一下声音吧。相对来讲会比较浊的一个笔尖反馈，另外呢就是这个地方拿起来真的舒适感真的是有待改进这样子，但是也不是说不能用。另外笔尖的反馈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嵌入尖的一个，而且是嵌应该算是半明尖的这样子一个结构，所以说它本身笔尖的一个弹性不会特别大，可玩性来讲没有236的那样子那么大，刚刚写错数字了。那个想到以前做那只英雄八九，那一只相对来讲比较人体工学。那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那只直接一插一盖就可以了。236的话，你还要旋回去，然后再盖，然后再把盖子给盖上。那这一只的话，相对就从结构还有使用方式来讲，它会更加纯粹一点，没有那么多余的东西。反而就是说，像这些地方的细节，我不太懂，说它一开始。搞这支笔出来的一个原则是什么？不太能看得出来。用起来反正也是挺不错的，书写反馈比较好。但是笔杆的一个就笔杆的舒适度来讲，我觉得还差一点。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。库存应该是属于库存笔了，应该不是现场笔了。但是看起来这个成色等等的一个。保存呢，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脱度等等的问题也没有看见，质量也算是 OK 了，都是说能用的一些笔，反正都能用。反而是像这里笔夹上面这个地方，它的一个摸起来有点不是很平，可能是夹的时候夹的不是特别好这样子。那大概就这样子的一支笔，书写的反馈不错，其他的我觉得还有待改进的这样子一支笔。那一样，那一个有什么我讲漏的，麻烦帮我补充一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